啊，有点困，然后大家可以预约一下悟行午休嗨翻天的预约，然后没有点关注的小哥哥，手机用户点一下视频左上方黄色关注，电脑用户点一下视频右下方直播室通知我，然后咱们把手里的星星点一下，点到1500-2000的样子吧。嗯，谢谢大家，那我给大家跳第一支舞。这衣服我就是把它系起来了。
가사준옷을걸치고내가사준향수를뿌리고我要是不记起来的话可能会曝光好了吗就是这个衣服吧我要是系着它一直会往出然后可能衣服就会比较难看欢迎大家来到993看舞蹈就在993上机站也有颜值的舞蹈频道欢迎我九哥然后喜欢主播喜欢主播的话咱们点点关注手机用户点一下视频左上方有一个黄色关注电脑用户点一下视频右下方直播室通知我然后没有点心的哥哥咱们点点心谢谢大家啊、那个咱们可以预约一下五星五星嗨翻天的预约好吗好了接下来给大家跳第二支舞跳一个你们喜欢快的还是慢的呀像个马甲这是官方亲爱的谢谢小哥哥们点心没有点心的小哥咱们把心点一下来广告走一下然后感谢这个数字哥点心 Thank you 谢谢大哥我有点就是有点睡懵了然后没有点关注的小哥辛苦一下点关注好吗对不要 98K 了吧那我就跳一个快的一个慢的谢谢感谢大哥点关注你听我嗓子还有点干感谢刀锋哥 Thank you 谢谢大哥点心 OK 那我接下来跳这个好吧这个快一点的
大家点心，感谢大家点关注，欢迎大家来到993看我脑家993，感谢玉宝哥哥点的关注三个哦，不是点的心，然后没有点关注小哥咱们点一下关注，手机用户点一下视频左上方有一个黄色关注，电脑用户点一下视频右下方直播室通知我，没有点心的小哥哥点一下心，感谢小哥哥点心，然后可以预约一下五星五秀嗨翻天的预约。我是五喵，我是一个主播跳一个慢的哈，我起晚了，确实今天起晚，然后穿的衣服可能有点失误了，然后刚才彩排的时候是这个样子，刚才系起来肚脐了，然后不太好，然后就放下来了，可能衣服一会儿会飘起来。那我就先跳到这儿吧，你们着急换人是吗？那我就不跳了。然后欢迎大家来到九九三看舞蹈，就在九九三圈及专业有颜值的舞蹈频道，喜欢喵的咱们点一下关注，然后那个没有点心的小哥哥再点一下心，谢谢大家点关注。对，我看有个小哥哥一直说想换人，那我就先跳到这里，然后不好意思今天衣服穿的有点不得劲儿，然后一会儿我就去自己直播间了，今天15分钟的档，谢谢。好的，那我就先下去了，然后欢迎 Sunny， 拜拜。